啊？我老师原来刚有一年呢。嗯。但是我总觉得劲儿大了，李云兰。你想整晚上给你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大夫他说不让我洗，你知道呗？他说你这个弄不好都是原来洗啥的。我原来有，我说没有。哥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这块治这个外道湿疹都已经治好无数个了，那没有说不让洗的，洗耳朵。你这意思就是他洗洗好呗？你不洗他也治不好啊！你想象啊！必须得洗洗，都是他使。然后到时候这一个耳朵这个钱回来的，你奔我来九百两，你奔我来的也肯定是不多了多少钱。你看这个，然后我也不给你瞎整，洗完了你再上药就行，你想想。